波炉坚持以品质带动品牌，以服务带动口碑，是我们云林县在地的优质企业，我们掌声鼓励。是，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校长陈一新陈校长为我们致辞勉。各位勇士们，好！刚才听到我们雅丽主任四方锅炉优质的龙头产业，不仅是在地，而且是我们台湾，甚至往国际来做发展，而且发展的非常的让人家引以为傲。因为善心，但是努力经营，发挥台湾人拼搏的奋斗往前进迈进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四方锅炉。我刚才听到我们棒球队一个叫做第一名。甲组的第八名，还有第六名，第一、第六、第八组合起来叫做一路发。那个参加大努力，不放弃，勇往直前。这种精神就是咱训练的精神，就是咱台湾人的精神，也是阮环球科大的精神，也是咱运动家的精神。这种运动家的精神，自豪锅炉的精神，如出一辙，若合相应。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授旗仪式师长，各位环球棒球队的勇士们，我们是不是以最要谢谢我们特助多年来在董事长的一个关怀，特助的一个鼎力相助，能够恐怕超过200万吧。然后现在又再度发挥相亲最亲，相亲最亲的这种精神，来赞助我们各位棒球队，赞助环球科大去参加春季的一个一杯的全国联赛。各位，我跟特助敬个礼，握个手，你们要怎么表示？你们是。挑战嘛，不是，你如果呢？咱顶摆吃饭，你画迄是啥？啊，迄是哪一个？篮球队。你如口号？篮球。好，校长在这里再度的代表学校，再一声的跟现在已经出国董事长张董事长，也要对我们特助主任谢谢你今天拨假来光临，来指导，来观察，我们会记得自豪锅炉，我们希望自豪锅炉代换啦，宅啦，
瓦探吉啦，啊，然后一切啊，更加的好。那我们球队出发一定顺顺利利。谢谢。校长，接下来我们要请志豪、郭鲁、赖政委、赖特助为我们致辞。来，我们徐学务长，啊，没错的，发音没错。我们郑处长，还有小时候教练，还有我们这个师长，还有我们的教官，还有美女朋友，还有各位球员。那今天哦，很高兴来代表我们张董事长来主持这个授旗仪式。董事长在泰国那边的工作比较繁忙，那所以在凌晨搭机。然后我们环球科技大学哦，从我以前还在外面工作的，在军中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志豪郭鲁棒球队一直在赞助我们的环球科技大学比赛。然后这一次哦，我这个不管校长在这个我们曾处长哦来拜访我们之前。那我们吴凤科大他们总教练跟他的太太啊，他太太现在是辅科大的体育主任哦，通知到我，然后特别的我们公司的拜访我，那不知道是跟我跟曾处长的这个灵感很对，他两个礼拜之后马上速速来我们公司，也没有什么消息，那我们董事长啊就指示我，那我们志豪郭鲁要回归我们云林在地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啊，自己的学校哦，啊，因为我们志豪郭鲁哈，最近啊从志立项啊，这个十多年的这个各位有看到的帽子啊，志豪郭鲁这个广告。另外我们最近几年也开始赞助我们琼斯杯，还有 HBL 跟 S， 我们志豪郭鲁一直的这个标榜着这个为台湾体育界来这个出一份力量哦。然后这一次好，我们各位同学从这个礼拜天就从26号开始要笑一点。要开始打第一场，好，跟我记得应该是中华一大还是加兰教练问过，哦，是康明山带的，哦，康明山以前我小时候也是我的偶像。然后到23号，哦，这是总共要进行15场比赛，哦，我们的对手，哇，我刚刚也跟同学在校长来之前也跟各位同学问过的，那各位同学都有没有？一大猴豆，哦，长荣大学猴豆，哦，还有那个远东猴豆，另外康宁会猴豆，然后加兰立刻了。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哈，这预赛这五所学校，据我之前以前看棒球，到现在哈，这五所学校实力应该会被踩在脚底下，然后进入复赛，我是没问题。然后进去之后遇到这些城市球队哈，这我们期许各位同学，然后发挥这个，这是经典赛大家都有看，这个以色列，啊，以色列这个国家到底是棒球队是怎样，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他们这次是彻底发挥了赤兔马精神，人家是黑马，他们是赤兔马，哦，一路闯进到那个八强，然后也把古巴干掉了，哦，所以我希望各位，哦，不是很重要，但是球场上的拼劲，还有球场上一个球员，哦，一个学生该有的这个态度，还有服从，哦，服从教练，服从裁判，然后不做出一些哦行为，哦，这是全国高中体育总会，我记得是大学，他们很重视这些球场上的行为。好，哦，这个我们一定要秉持好。那最后也敬祝这个各位同学，好，哦，在旗开得胜。然后我跟我们董事长在有空，哦，嘉义市、嘉义县还是道江，你们在那比赛，我那边都有行程的。哦，我们会突然的去跟他们拜访打气。啊，哦，赢的话，我们董事长也有交代我，哦，就是这个加泰金都要带着。啊，哦，赢的话，各位晚上就有这个好吃的好料的，好，哦，加泰金，哦，也祝这个贵校能够旗开得胜，那一路闯进这个决赛。好，谢谢各位。授旗，我们这个旗子哈，哦，已经有各位同学就要努力。那哦，教练不在嘛哈，哦，是非常重要的。哦，加油！
太贵了。来，环球，加油！志豪，兄弟们，环球，加油！再一次，加油啊！哦，加油啊！各位同学，加油！我会到球场去给你们打气的啊！加油！前面，我要跟他打气，因为主力不熟最辛苦，场上指挥官。对对，哎，好，在这边大合照，来，我们跟特助，来，大家都来。对面讲，来，他冒冷汗的。你放心，有脚声了啊！你放心，有脚声了。再一个，看到没有？从旁边，你看，越来越不对。这样坐中间，这样坐中间。不，来，我们再团读一下。好，好，谢谢志，志豪光，祝谢谢张董事长，谢谢，谢谢，谢谢啦，谢谢给我们这机会啊，人家我。心电感应啊，不，完全他那条不够球的。心电感应。干激情，我刚讲，各位媒体朋友啊，谢谢。还有，这是生技系的研发产品。哦，还有，不好意思。我们在加码哦，这个只要打得好，我们这个8月9号。8月9号你们是放暑假，但是球队应该要练球。啊，8月9号礼拜三那一天，我们在斗六棒球场，那我们公司就会招待你们来看兄弟象，原来两队富邦，好的比赛，是坐内野不是坐外野啊。哦，这个我们公司会招待你们来到球场来看，因为那天刚好是我们的公益日活动。哦，这个跟各位同学再加码一下，好吧？谢谢我们的志豪郭罗，我们赖特助，谢谢。还功能机耶，十五场比赛大概打个3次应该没问题。对，体格跟你差不多。我讲你两个体格这，风险拢足大个。三支，好了，你要赞助，你要加码，我赞助你啊。没问题。听到了，三十，谢谢。云林在地非常优质的一个企业，那么他为了赞助环球科大棒球队，所以多年来大概提供了每年大概30万左右，大概有200多万的一个赞助，让我们环球的棒球队都能够征战各地，啊，发扬我们台湾国球的一种精神。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而且已经国际化的企业的热心赞助运动，热心赞助在地学校的这个
善行义举，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一次参加春季杯的一个全国棒球比赛承办方面的，我们希望在结合企业跟大学的力量，能够让我们的棒球生根，能够让我们的国球更加的能够在世界发光发热。